把他交给法国或者美国的报社，我会这么告诉报社，不要让他们知道龙大侠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，他是为了救人救100多个孩子。 我这么深爱的男人就这样销声匿迹的死了。你说你穷男人啥呀？你把家里的衣服你都洗了。 这件是夏天的，你洗它干啥呀？我不上班嘛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反正早晚都得洗。行了，兄弟，够了，满了都，赶紧回去歇着吧。 今晚上我不睡了，哥，你让我陪你一宿啊？你陪我一宿干啥呀？我洗完衣服还有一堆事儿得办呢。回去吧。我跟你嫂子睡觉，你也陪着呀。 善母的心里跟明镜似的，这是儿子在家的最后一个晚上，他不打算把这事说穿了，让儿子最后再尽尽孝道吧。母子连心呐，就要分别的儿子呀。
看什么看啊？赶快睡了，明天就是小鬼子说的时间了，咱们得看看龙大侠到底能不能出来。你说妮子明天能回来吗？你说龙大侠明天会出来吗？我哪知道啊。那要是他不出来，日本鬼子就把那些孩子都杀了。我看这回日本人肯定会。那咱家妮子不就完了吗？不止咱家妮子，176个孩子的命都悬了。日本鬼子不是人，哪是人干的事儿啊！哎，女孩，你说这回龙大侠他会继续眯下去，不管这些孩子呀，还有这么多人的性命呢，还是会站出来把孩子们救回来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又不是龙大侠老婆。你跟我撂句实话，是不是龙大侠娶了你，你这辈子就心满意足了？你少贫嘴啊！啥时候学的你又抹掉嘴儿了？你真想知道？那好，我就一板一眼的告诉你，我就是喜欢，就是愿意。我要是嫁给龙大侠呀，我就天天烧高香，我天天伺候他，我给他生一大堆的孩子，我天天给他唱歌，给他跳舞，我心甘情愿的当他八辈子的侍卫丫头，我还要给他唱五月的风。沧桑，他该低下头来，苦短了肝肠。五月的风吹在花上。从来没看见过你这样的啊！真信，真信了你！哎呀，哪有那个命啊！龙大侠才看不上我呢！哎呀，我呀，我就是爱胡思乱想。我就保佑咱们家妮子能平安回来，保佑给老百姓杀死鬼子龙大侠平安。
美花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吧。嗯，不说了，今天话说的够多了，太累了。不行，美花，必须今天说。美花，咱俩离婚吧。 说的就是这个，魏莎，李大夫，俊祥。 其实我白天说的那些话都是气话。你不知道，你走了以后，我跟妈说了很多。自打我进了这家门，我跟妈还是挺对心思的。你要跟我离婚，肯定不是妈的意思。 你是出了名的孝子。 你跟我离婚，你敢不征求妈的意见？妈，你得给我做主。 儿子要背着你跟我离婚！哎呀，美华呀，怎么哭成这样啊？刚才我还听着屋里头还唱着歌呢。慢慢说。 你那蓝富裕的儿子要跟我离婚，哎呦，猫一出狗一出的，他那是逗着你玩呢，你还当真了？不是逗着玩，是真真的。我说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敢不经过妈的同意就跟我离婚？ 仲祥，仲祥，妈，你叫我。仲祥，你干什么？你说你啊，三更半夜的，你干嘛呀？你要休了他。 有妈还在呢，你敢？哟，妈，你真生气了。我跟她说着玩的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说我哪敢不听您的呀？我说就是嘛，这才像我的儿呢。行了，妈，溜睡觉去吧。您歇着。 妈溜呢，恭喜媳妇睡觉去吧，啊！嗯。
善母在装睡，他心里明白儿子和美华离婚是儿子在安排后事，他不想让美华在善家守一辈子寡。善母看见儿子就在门口，他多想喊他进来，可是他不能喊，他要让儿子好好睡一觉，在上路前。今天白天放我那儿给老太太日后的花销，你把它给嫂子吧。老兄弟，我今天之所以去求你，就是因为你嫂子必须得离开单家，我走了不能让人活活守寡呀。我们俩也没个一男半女的，凭啥把人拴在这儿？他得有他自己的光景，对吧？你没听刚才他唱歌多好听啊。哥，那你就这把钱给嫂子，小景他妈的钱我去挣。兄弟别拗了，听哥的行吧？你嫂子的事儿我都安排好了啊，歇着吧，快去。都收拾好了，把它带上吧。算是我的一份心思。我这辈子不能陪着你，就让这件毛衣一直守在你身边。好，我一定穿着它去。不要说出来，不要说出那个字。我会受不了。什么东西啊？拿过来我看。
那啥，那个人家托我给别的朋友捎了一件毛衣。毛线一看就是好毛线啊，你针脚真匀呐，一看就是花心思织的。哎呀，你别酸不拉几的说人家了。你别以为我什么都没看见，我才是你明媒正娶的老婆。你给我听好了，你在家敢穿一次这件毛衣，我大头朝下摔下楼，死给你看。行行行，你放心，在这个家里我肯定不穿这个毛衣，行了吧？大丈夫说话算话，你记住了。下面跟你说个事儿，你不许一惊一乍的。你再把我妈吵醒，我就走。你敢？我吓唬你呢。这是一包钱，挺多的，是别人敲诈你们家的钱。你别问我怎么拿到的，我现在把它交给你，也算是物归原主了。哎，你别打开，先别打开。以后有时间慢慢说。那个还有，这是我写的一封咱俩离婚的休书。不，你别急，你听我说完。你用得着就用，用不上你毁了它。觉得，万一将来你能够遇到一个可心的人，或许他能够证明点啥。还有希尔盖的房子，已经低价转让给我了。这是房门钥匙，那个房契在那信封里头。以后你要在这个院里住的不想住了，你就带着妮子搬过去。你今儿怎么了？没事儿。美华，你我夫妻一场，其实咱俩并不熟，是吧？有些事儿呢，不跟你说，这其中的道理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。我觉得，兴许有那么一天，你会知道，其实咱俩挺般配的。美华，你能亲我一下吗？什么？甭想，绕了半天就是为这个啊！这一出跟谁学的？李大夫。
今儿你上你妈那屋睡去啊，我烦你，我现在还不想睡。睡个枕头来，来这儿。哎呀，这些天呐，美华也不容易。啊，让她自个儿静静也好，睡一觉啊，明儿日头一出来，也就云开雾散。夫妻两口子过日子，不就是这么回事儿吗？啊！来，往里睡睡，来，靠着妈。哎，有多少年了，没跟妈这么睡吧？啊！来，过来，让妈好好的稀罕稀罕我这个大儿子。哎呀，于姐也真是，哎，也不来封信，哪怕写一个字也好，嗯。妈，哎，我要是遇见我姐，我一定让她给你老捎封信。哎，你别哄你妈。你们姐俩呀，
啥时候才能碰面呢？妈，这啥事儿可都说不准。反正不管到啥时候了，儿女这心最牵挂的就是自己了。哥，站住！是我。哎呦，这大刘啊，你，冯翔怎么是你们呢？你也不跟我说一声啊？哥，我真……哎呀，赶紧收拾东西。跟我们走，去哪儿啊？这儿都让鬼子给围住了，你们怎么进来的呀？哦，我们是从下水道里爬上来的，是专门来接山手的。接我干什么呀？上级专门派我们来接你出去。哥，我去备战吗？你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那孩子怎么办？他们怎么出去？还有这个区的老百姓，刘化勇在牺牲之前已经通知我了，已经批准了我加入你们组织的请求。我现在已经是你们的人了。这样吧，你们回去跟上级说一声，说我得留下来救那些孩子。这样，那个明天晚上你们过来找黑七，把李大夫还有他儿子接出去。
我儿子要走了，来，过来，跟妈贴个脸儿。 走，向月飞，向闻天翔。 说你爱我，你将前来，一生一世的爱，一刀子的快，这里有我。